媳妇儿就是全微信区和平精英第一大女喷啊，我去骂她去。给他骂到现在啊，给他骂到现在。真他妈烦。关键我都关键我都玩的游戏我都没看，我都没看平板，知道吗？我俩手都没扶着，都没碰，碰都没碰，看都没看，我就往那蹦蹦。那你干嘛呢？嗯？那你干嘛呢？我动一下手机、啊。给别人回微信呢，是吧？我回你妈。是个女生吗？忘记使用那个啥。你妈！走了。老六真他妈恶心人！我操！我还有红点，红点。他显示面对了吗？对我叫什么？显示面对吗？一个小老六。我是老六。有人那边。看到防区也有啊，准备防区。现在我现在看不到。你得封烟了。咱们这位置走不了了，等一下，快走。快打药，快打药。快走，好兄弟，雷来了！我操，再狙一枪就炸了，要炸了，要炸了！别停啊！我操！跳车炸了！我们还有一半耐久呢，炸鸡毛！他大概用 AM 二吧，是 AM 二吧 ？AM 二，我操你妈！我听那枪声是响 M 二。你没听到吗？刚才，妈一枪能打一半血啊！我靠！我操，没了！你再仔细看一看！我操，我看着了那个血量，一半，我看着呢，一半没有，一半没有了我才掉的。别打嘴仗了。怎么走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走。这怎么 走？往河边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！打你，别打我！打你！你们别打我！哎呦，我操嘞！哎，咱打幺零幺，你们就跑了吗？四二可以借我封个烟。后面来车了，完了，后面来车了，完了，再封两个烟。完了。皇冠了，我是皇冠仔了。完了。封烟再吧，舍不得，你最后一颗烟了，他妈舍不得。我在想，他们俩都过去了，都没打他们俩，我过去应该没事吧？啊，他喵的，他知道我是比较厉害，是不是啊？他专打幺零幺。抓两把僵尸吧，我看着他俩跑过去了，没事呀，没人打他们俩，那我就说我也跑吧，要不我省个烟。这刚好就给我打了。10秒后出现强化战士。